淮近桥是公路总局，是纪念女工程师许静文。许工程师在莫拉克风灾后前往南横勘察受损情况，不幸在关山镇上遭酒醉男子冲撞不治死亡。为了纪念许工程师，所以将这座桥命名为淮近桥。是民国98年的4月1号接任关山公务段的段长。民国98年的8月8号莫拉克台风来袭之后呢，造成南横公路非常严重的一个创伤。那在99年的母亲节的前一个礼拜，那时候有当时的我们的副总工程师带队，那许静文工程师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哦，来南横公路做一个灾害的一个勘察。然后因为勘察工作结束之后呢，在一个用餐完成之后呢，在回休息的饭店的途中呢，被一位酒驾的骑士给撞上哦，结果不幸哦，沿公南横公路的一个贡献，所以特别把154K 这座桥，把它命名为淮近桥，大概过程是这个样子。